最近整个25级的礼物不？25级的礼物？哎，老板还没给我试聘呢，别着急，没听过吗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WG 试聘，老板啊，WG 试聘，你准备穿个小黑丝啥的啊？老板有黑丝吗？穿个小黑丝试个聘，让我看一下。这是黑，还得整个黑丝啊？我让你撕，你撕哪儿你都撕哪儿。啊，那你得给我买两双，撕完了以后买三双都行，但是必须得让撕啊，让撕，你给我买呗，你给我买，我让你撕。再见，我让你看我的吕布有多猛啊，方天画戟。你这吕布这把能25级吗？看着不得行了，你都乖乖的跟着我就完事儿了，好不好？你说我这25级的吕布，这局打完得杀到对面多少人呢？迎接你们的王，对呀。有干扰谁要笑你是唐山的吗？这调调像你说的吗？这打游戏还干出个老乡来。请求集合。刚刚救命救命，救了写着让我签签。你问问他谁能赢啊？问问他谁能赢？不是，我没空，忙他呢。问他，我很忙。哎，团灭。问他，来，我们是没使劲。怎么说？那拆到中路高地就行了。你说能拆都不拆都是玩，告诉他最大的侮辱给他。你看我上那水晶转一圈去。别他那兵别他了，能拆不拆就是玩。洋洋给我控了，哎呀我有大招，我来了，方天画戟，走位，哎呀我操，我让你破，让你破大点啊，大难我让你破，行了吧，让你破，都杀，哎，两波团灭，拆不了，没事，他们家主没事。然后在那别投降啊！放心，不拆你们。挺住啊！别投。然后别投啊！别投啊！杀人诛心者啊！谁他妈乐乐？你要乐大声的防住他行不行？谁是大哥呀？哎，我来了！迎接你们的王！你们有二技能，你啥？你懒的都不是你。你懒得都不是，我你是你是给你输了，哈哈哈你是你说对你是，哇，21级的礼物就这么疯狂，怎么不说话了呢？对面啊，对面时刻等着团队团灭我们的强度，不是看谁赢吗？没那能的。你没那金刚钻就别懒得吃鸡乎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对面都咬着牙呢，对面都咬着牙呢，你等着，一会儿让我们打一波的，你等着，全这套。都给你们两次机会了，以后在王者峡谷见到我们，必须喊声爷。这行啊。那么低调点。我说我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。传。传到！你喊我就传了，但是他死了。冲猛了！没事。机甲满不是个人强度吗？用超级兵怼死他。那司空震不行，把手指头捐了吧。这对面你说得多升旗呀，得多长旗呀，啊？打又打不过啊。他刚才不挺厉害吗？还把话刚才说的那满，我的个天！我打个字啊，你帮我守着点 啊。这鸡小满打大呀，鸡，你就打坤小满，你就说小鸡儿就完事儿。对，小鸡儿啊！我都说半宿小鸡儿了。永久护盾，打攻击的鸡的不就行了吗？
这小鸡儿得加强啊，不太行啊。咱们十个做好一级战斗准备啊，因为咱们不拆对面，对面给稍微一有事都给咱们拆了啊。OK。十个都准备着啊，因为咱们中路是没有高敌的啊。小鸡鸡儿，行不行？一会儿我给你们检验一下，到25G这个吕布打超级兵这一刀能砍多少血去？吕布到25G以后有多少血？啊？这孙工程家累的。孙工程累吗？电费该都快欠费了，这累的电。孙工程累的都欠费了。孙工程说了，要不电骂了。孙工程再算。给力的呀！这孙工程。司空正，你怎么了？司空正这个手法，司空正呢？你让他打，他打不死你。嗯，他司空正。这吕布，一万多血，1000多武功，我的妈！那兵我们一下都别动，动他一下感觉血都吃不完。就差一个屁。给他纪晓岚弄死！你是个人能力去抢啊你，个人强度你看。呀，没过去。看着没有，我已成神，看着没有？啊，他成神了。我已成神，秤来，嘎嘎秤来。25G 的礼物啊，给你们看一下25G 的礼物有多少血？12978。攻击力高啊！啊哈！多少攻击力高？攻击力你看。啊，攻击力。1000多攻击力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1123。哎呀，太嚣张上了！他25G的礼包，让你看看这一刀有多牛逼！哎痛！再让你看看这一刀！哈！站起来！行了吧！哎呦我操！这吧！哎呀，站起来，这得急的。哼，知道吗？我球都到了冒烟了，他都清不掉的线了。他能打个路吧的，真的是。你来。他们把龙放回去了，放回去就废了。我不能再上了。25G 的礼部，线都清不动了吧？看这25G的礼部有多狠。现在这大头兵多少血？有5万血没有？大头兵都25级了。现在这小炮车是3万，咋打呀？啊，也得4万5，得，估计得4万5。啊！哎呀！完了！完了！真不出人了！过去！别打了！走了！反正他家下路有线啊，没事，这超级兵得打了，反正啊，这超级兵了，没了。三迎接你们的王，哎呦，行了，迎接你们的王，迎接你们的王，25G的礼物让你看一下有多牛逼，迎接你们的王，哎呀我操，让我抢来，让我见识，不能杀了，这还有一个干啥呀，他点着呀，让兵怼死他，这纪晓岚也太嚣张了。个人强度啊，个人强度，个人强度，对面有本事就别投降啊！这25G的礼物真的狠呐，太爽了！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玩一下啊！这25G的礼物，吕布等会儿加微信呢，没彩票，加微信干啥呀？这不想跟你视频吗？不加，妈，不要脚呢。加个微信，我给你下50单。我妈说了，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，不让我跟陌生人想随便加微信。一个男孩子要保护好自己。那我给你下单还不加微信，聊聊呗。你也单身，我也单身，是不？聊什么？聊点成年人的话题。你打游戏这么好，还是单身？完了，我大哥，哎呦我操！哎呀，哎呦我操！
你看这不双双殒命了，这就是缘分。你让大家加微信，说不定就聊出爱情的火花了呢。这对面还寻思想翻盘呢。那个表哥啊，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，啥新闻了呗？就是说一个女子喝醉了，在大街上把一个男的给裤子给扒了，然后给那个大腿根都做出血了。你小心点儿。啊，大腿根怎么了？那不能做出血了。啊，家还守着了吗？家还守着了吗？是那样的人。完了，给妹子累死了，完了。他们家人呢？他们家人哪去了？完了。对啊，你拉一箱一水箱，那是火棍儿。哎，行，我操，太极限了。我就想跟你大哥这个互相了解一下彼此的长短深浅，我不可能在大街上，那得分场合啊，对吧？人家那个顶多把大腿做出血了，我都怕你给我表哥腰做没了。我大哥整不好要给你扎漏气了。老板，你怕疼不？那怎么打的啊？对，那是真事儿，我是真看着那新闻了。那我这一百零几的体重，我还能给他做折了咋的？不是你怕不怕疼？我不怕。查吧。走啊，小宋不够念上了，我走了。哎呦我操！还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播，被秒了耶！你等着，我贴你身上走，大贴贴，来，大贴贴，我贴你走。天哪，点着，谁热？这天谁热？热啥呢？凉快，我身上可凉快了。你看吧，你看。老板，我问一下，你下巴下面那两个圆圆鼓鼓的东西，用水果来形容的话是什么？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这天又死了，又死了！别人打死，那得是我看看，那得是那得叫什么？呀！菠萝，妈呀！别扎住了，别扎住了，人家别扎了，别扎了！行了，咱留下。对面放手一搏了，那他也够呛。穿个糖葫芦，刚才这就是25G的礼物啊！看看孙长江如何守着水晶啊！是个问题，守不住的问题。反正你一手抓不住就完了。我这来的。老板宣户吗？你替我摸一下子。你说我替你刷两下子呗，我替你搓两下子。是，老板怎么着？你先通过后台给我发个照片，我看你长什么样子。你还挑上了？你先发张照片，我先看看，我验验货。传我罗罗，你跟对面说，你跟对面，你们想赢的话，我们给你们个机会。你要干啥呀？让他们五个站住，让我劈两刀，劈完以后我们就投降。这样，你们想赢，给你们个机会，要不要？你这个招他不能信，他们会说我骗呢。你那说我想赢，我们倒到一边了。露露让吕布劈一刀，怎么样？给你们机会，要不要？你看一眼后台，我给你发照片了，再加微信。哎，兄弟又死了。要憋得意思了。现金流。老板。啊？你刚才说你多少斤？100多斤啊。100多啊？100零几吗？你家车坏了吧？那怎么的呢？我就100零几，我永远是八。行。啥玩意儿好的他？是不是让我劈了？说啥呢？等，是不是让我劈了？好的，让他们五个来中路，站住，跟我，都要听听。行了，让他们五个来中路站好了。你们五个来中路站好。哎呀，他这挺帅呀。我家里不自己去。你都不能把你打死吧？得过去。打死有你们呢。这小马搁这嘎达跃跃欲试呢。他扎着我呢。好了吗？站好了吗？你其他队友同意吗？我操！都去了。干啥呀？有埋伏。动手了！来到！动手了！我操！我让你埋伏！哎，我弱化一开。五杀！别动！
我得埋伏上你。我牛逼！差两人头。那俩玩意儿在守着聊吗？不是，四大的守着。哎呀，这都是我的了，能。这死过这种死他妈死过来了。埋伏，做人不讲诚信。啊，吉祥马，个人强度能打过最后的龙吗？个人强度能打过兵吗？让你强度打的就是你的脸。25G 的礼物真狠呐，是吧？咱俩以后加微信，没事聊聊天，我再点胆子，说赚钱嘛，不含碜。那举报施工证扣五分儿啊？施工证扣五分儿是吗？扣私家一分儿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你是咋的？嫌我不好看呗？不是，老板，我们下班了啊。不过你大不大吧？我们厅里面有规矩，不让我们随便加老板位。你这也太胖了，你这呀，你这去咋的？就你这边儿他妈八辈子没对象。